这些哦，不忍心替我嘴里想念，我不会的每天。当晚 Super Junior M 来到娱乐现场大本营，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新专辑《太完美》。这也是 Super Junior M 加入了银赫、盛敏两位新成员后，首次以八人的组合亮相。他们的工作有两项，一是为娱乐现场拍摄宣传片，二是接受娱乐现场专访聊新专辑。虽然当天成员们从各个地方赶来北京相当疲乏，但拍摄宣传片的时候每个人都精神十足。其实在空旷的摄影棚里摆出各种姿势是一件挺难的事儿，要是表现力不足，拍出来的效果就不好。不过这根本难不倒在韩国受过严格训练的 Super Junior M， 拍摄之余还在现场搞怪逗乐，活跃气氛。宣传片拍完之后， Super Junior M 接受了娱乐现场的独家专访。在他们这张名为《太完美》的中文专辑中，除了有盛敏和银赫两位新成员加盟之外，最大的卖点就是请来了周杰伦及其御用词人方文山为其作曲填词。其实我们成员之前有在中国活动过嘛，就作为 Super Junior M， 然后其中的成员很多都很喜欢周杰伦的歌，那我们就想说希望下一张专辑能有机会能够跟这样优秀的音乐人合作，所以通过公司的联系呢，我们又就联系到这个周杰伦还有这个方文山老师，所以这一次的这首幸福微甜就是收到 demo 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的开心，因为曲子真的非常好听。其实周杰伦与 Super Junior 早在2008年就认识了，当时周杰伦带着自导自演的影片《不能说的秘密》到韩国宣传，参加了 Super Junior 主持的一档节目的发布会而彼此认识。而 Super Junior M 的成员们对周杰伦的歌也很熟悉。安静的秋天哦，王俊，哎，他其他的成员包括 Henry 都很喜欢周杰伦的《安静》。据了解 ，Super Junior M 的全新专辑《太完美》于2月25日在台湾首发，预计3月份将在内地发行。